非常舒服，因为一直能吃核桃。来了，火杀屁屁喽！幺幺三的连招这一波啊，我操作了，成功了，渲染，渲染，非常幸运，还在操作，这波直接反杀了一个，塔了，差一点点，这波绝对不亏啊！一打三杀一个，能接受啊？还打团一个龟基，这老夫子大乔直接去下路断线了都，反应很快的，啊，反打了一波。一打三还杀了一个，这给你啊的一打三杀一个，在塔下主要是没有四分钟，主要是没四分钟，哎呦，这波龟奇差点被一哥杀了，主要没四分钟啊，四分钟的话应该是直接秒了，因为一直能吃核桃，哇，死了呀，哇哇，没死，这没死啊，再来个一，再来个一，再来个一，能换，换不掉，扛塔了，差一点点，哇，这没秒掉啊，有减伤啊，差那么一妞妞，应该是有减伤，差那么一妞妞，我去，就差那么一妞妞，我靠，但这波已经很棒了，一打三，应该那个一技能差一点 CD， 没放出来，非常舒服，因为一直能吃核桃之灵，上包夹，闪西直接秒掉，哎，我操作了啊，渲染，非常幸运，还在操作，一个激光魔剑，能不能换掉？扛塔了，差一点点，自己还有一丝血。吃了一个恢复，吓死了，兄弟们！我与渲染他家的差点塔下一打三了。这波其实反应很快的，对。这东皇不是很好。我可以漂亮！哎，这么凶、啊！回来一口，三，还能换一个？够了！渲染尽力了，这口回的好多，对，回的好多。反应极限了，按下线装备还不够高，不够好。完了，要被越了。闪现按二一一号。完了，这波完了，再一波斩还好。能不能换掉？差点炸了，还好。吃了一个恢复。这波你硬说有什么失误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失误，就是有野区保护，加上东皇现在他这个大招吸人的时间从原来的2秒、2.2秒变成2秒了，好像。咬住东皇的这个火大乔就这边来了，上路二一三狂铁闪现，渲染，一个激光魔剑，能不能换掉？换不掉，这个还行吧。这波其实按理来讲，这波这个一血应该是狼拿的，但没有跟的很完美啊。其实跟是跟上了，跟上伤害了，但没有跟的非常漂亮。咬住东皇的这个大招压制效果，所以这波反而是让狂铁拿到了这个一血，其实倒是不亏，因为狂铁闪现换东皇闪现，狂铁回头拿到一血，也没有丢塔，对吧？还行吧，能够接受。